如果叔叔拿 N 大头啦，脚头啦，干什么看？您干什么去看？地君在上，地主是八卦那里，希望地君会当保庇我兄弟平安顺遂。文道，什么叫文道？想看就想看，不想看就不想看，有必要说话这样吗？酸民，过一阵子啊，我要跟你们聊一下，聊一个问题。我今天去台北，我今天去台北，对啊，有踏起到啦。如果啦，我说的是如果啦。如果叔叔拿 N 大头啦，脚头啦，哦，恁敢会想要看叔叔 N 脚头安尼啦？我是说如果而已哦，我现在说的是如果两条，如果叔叔拿 N 大头，敢会想要看？应该想要去看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，文道，什么叫文道？想看就想看，不想看就不想看，有必要说话这样吗？酸民，有必要说文道吗？哈，叔叔演脚头呢，动作我咧跟你黑白讲哦，叔叔今仔特别去台北呢，特别去台北呢，见面呢，讨论一下，看叔叔下去演的话啊，会不会适合拍脚头的老板？我们今天见面，他问叔叔说：“凤梨。”你会不会有兴趣？哦，我们这个脚头系列，哦，从脚头开始，脚头这样不错，哦，感觉大家的回响蛮热烈的，哦，共鸣蛮那个的，蛮大的，哦，有这个机会，你会不会有兴趣？大家一起来玩一下，一起那个，哦，一起来那个演一下这样，哦，叔叔沉思了一下。沉思了一会，叔叔直接跟那个老板说：“很感谢你找我演，哦，但是至于演脚头这个部分，哦，我是觉得我应该不需要演，哦，我不用演，哦，我大概就是正常发挥这样，哦，应该就可以了，哦，完全不用演，哦，懂我的意思吗？连纹身都已经纹好了。”根本不用纹身贴纸，没错。要妆法还是要干嘛的时候，我都不用纹啦，不用再纹了啦。大家想要拍戏可以找叔叔，拜托，我想跟他对戏。